行啊，给他行。行，没事。大家好啊，现在我们上这个黄豆地里边来拉这个黄豆秸秆这个捆来了啊，留着回去，万一要是牛的饲料啥的不够的时候，好备用着，到时候也能这个粉碎了也能喂牛，但是它的营养啥的可能不太好，咱们。今年缺料嘛不，然后这个草料啥的比较缺一些，然后备用的吧。万一要是哪天要是备那个豆皮了，或者是那个牧草啥不够用了，咱们这个还能咋的也能喂牛吃饱啊，是不是？咱们给他打了不少捆，在地里打了一些这个秸秆捆，然后给他拉回家去了。这地里还有不少秸秆捆的，这都是收割完黄豆。剩下那个秸秆给它打成捆了。